紧接着我们课程要跟大家来讨论的是运动休闲与教育的意涵，主要是探讨一些运动休闲跟教育之间的关系，其中可以引导学生让休闲教育之间可以感到更紧密的结合。休闲与教育究竟存在着一种什么关系呢？首先，休闲游憩与教育可以说是一种人权。从1970年代，国际休闲协会开创了一个运动休闲的现状，希望可以让全世界的人不分种族、社经地位、性别、宗教都可以达到运动休闲的权利。借此这个宪章也希望可以提升运动休闲的一个品质。那在运动休闲当中的一个教育的场域又有哪些呢？我们可以分为是家庭、学校、社区以及专业的休闲游憩场所。以上针对上述的运动与休闲教育的意涵当中，我们可以提出三个问题讨论。第一个讨论为学校政策如何推展休闲生活。举个例子来说，像是我们很常知道的 SH150 就是一个很好推展运动休闲的例子。第二个问题，依照运动的性质，请学生可以举关于运动休闲教育的一个分类，如何更能达到运动休闲的一个分类效果，请至少提出5种的分类。第三，我们都知道家庭对于运动休闲教育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提问，家庭如何有效地推动运动休闲教育呢？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学生们可以进行讨论、中整，并且做出学习历程，到最后的一个分享跟发表的过程。第三部分我们要来探讨的是运动休闲与经济的分析。那从历史背景来说，我们都知道时间跟品质在参与运动休闲当中，经济占领非常重要的层面。不论是过去的工业时代的革命当中，或者是对于运动休闲的产业者，他们对于运动的经济的管理层面是非常重要的。我这里简单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有比较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在你参与运动休闲当中，你就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去达到运动经济以及休闲之间的一个关联。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成本与利益。那首先有三个名词是各位要知道的。首先第一个是生产者，生产者主要就是运动休闲产业当中他们主要生产的部分，称为生产者。第二个是消费者，所需选择的一些休闲跟需要花多少的经费去使用。第三个是公部门的管理机构，也就是像是一些国家公园的设立，或者是一些他们规则的一些订定规范，都是属于上述的一些范畴。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两个重要名词的解释，分别在经济分析当中很重要的概念。首先第一个是机会成本，选择利益较高的而舍弃利益较低者，而舍去的利益这些叫做损失。那我举一个比较生活的例子跟大家分享，假设你今天要去看一场电影，需要花费的时间跟钱都是看电影所需要的，但是此时这个钱或是这个时间你可以拿去做一些像是逛街或者是与朋友聚餐，而这些损失的一些成本就是在所谓的看电影当中的机会成本。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第二个名词，边际效用，意思就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消费产品或者是服务时，消费者他所累积到的效用就会增加。那这个效用有分为2种，一个是递增效用，第二个是递减效用。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讲，简单来说就是你拥有一项东西时越多，它的价值就会越来越小，
我举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例子跟大家说明，当你吃完第一碗面的时候，你觉得超级好吃，但是你吃到第六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怎么越来越稀松平淡无奇，这就是边际效用的递减原则。在供需的均衡里，我们其实有几个名词也可以让学生去理解的。首先，我们一共有四个层面可以让同学们去思考如何达到一个成本的效益。首先，第一个是所谓生产成本。那生产成本当中其实有规划是固定成本跟变动成本。那我举简单的例子来跟各位说明，像是土地啊，或者是像是建筑物，这都是属于一个生产成本所需要耗用的一些时间跟精力。第二个部分呢是短期成本，就字面上而言，它就是短时间内会发生的一个成本的因素，所以在从业者人员他也必须要考量短期成本的一个内容。第三个是长期成本，那长期成本是不包含固定成本跟变动成本的。那从业者呢，可以去思考当中，不论是从短期或长期当中，他所需要花费的费用是否有达到供需平衡的一个需求。第四个部分是社会成本跟社会效益。那我们就字面上一直来讲说，社会成本就是不包含以上上述的三种成本外额外的一个社会下的一个成本的效益。首先呢，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不论是学校场域当中举办的一些运动会或是休闲活动，甚至在主要的游乐园当中所制造出的一些噪音，它可能没有办法在里面归纳出来的话，它又没有合乎超乎一些噪音的指标所造成的一些费用或者造成一些损害，这就是社会成本的一环。所以我们可以根据上述的一些包含像是生产成本、短期成本、长期成本或是社会成本当中，身为一个从业人员或是身为是学生的角度，我们可以思考上述三个如何达到一个供需均衡的品质下，更能理解运动休闲与经济分析的内涵。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一些课程的讨论啦，那以下有三种课程可以跟大家进行讨论。首先是请你用一个运动休闲的一个例子去举例出边际效用的递减原则。那我随便简单举个例子，像是我们可能你有第一次去参与高空弹跳的一个过程，你可能第一次去跳的时候觉得非常兴奋，但是呢，如果你跳了20次，或是甚至将近快30次，你可能就觉得不这么刺激了。这就是一个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则。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引导学生的就是，如果今天也是一个主题乐园的一个从业者，那因为在各种成本增加之外，你必须要提高你的门票，你觉得是否合宜？可以让学生去进行一些讨论。那他可能会提出一些相关的举例，你就可以根据他的举例进行一些问题的一些对答跟对应的一个活动，达到一个经济分析的供需平衡的概念。第三个部分的话，我们还是要用运动休闲的例子呢去举例，像是固定成本、短期成本、变动成本跟长期成本的一些关系，透过这些问题的引导，让学生是否确认他们有学习到在运动经济分析当中可以达到一个目标教学内容的扣合，借此也可以知道学生到底学习的历程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以上是我们两节运动与休闲游憩概论的一个课程内容。那我们是分别透过运动与休闲对人生的发展、运动与休闲对教育的意涵，以及运动与休闲对于经济的分析进行教育学科理论的课程。那我们接下来一共会有几位老师带领数科的一些相关课程。那我简单的举个例子来说明，例如像定向越野。那定向越野呢，它就是分别在校园的场地进行布点，那透过同学的一个查询地图的方式进行打卡，而且从中获得一些相关的休闲相关资能。第二个呢是单车露营，那从字面上的例子，我们就可以很期待说它是透过单车的方式呢到各个地方的点去进行探究以及探索。
第三个像是攀树，这个比较新兴的休闲活动，我们也非常期待老师们带给同学们有不一样的一个休闲产业观。再来就是独木舟，或者是像是溯溪，透过这些比较户外的课程，让我们认识到台湾的山野跟溪林的美丽地方。那我们也希望透过加深加广这几个学科术课课程当中，让我们可以让喜欢运动与休闲的学生进行来选修，从中找到一个人生的意义，也对我们台湾的休闲产业能有所蓬勃发展。那我们即将的期待接下来的课程吧。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到学习评量咯。那学习评量呢，是根据学生在上述的两节课当中是否达到我们的期待，并且跟学习表现互相对应。那依据我设计的一个课程，大概有分为四个学习评量的依据。首先第一个是认知，占40%。那在认知当中，我们其实可以透过三种的课程议题呢，让学生分别去探究、去思考以及进行讨论。我们根据学生交上来的一个学习单，或者是一些学习的内容发表的过程，我们可以检核学生是否达到认知的一个内容。第二个部分是情意，分别占你30%。那这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学生上台的一个发表的内容，以及他是否有专心上课，或者是他过程当中是否跟朋友同侪之间有互相的讨论的一个过程。第三个部分呢是技能，那技能上面的话，其实比较着重的是20%的部分，是由学生对于该项的议题上来做发表时的一个谈吐，或者是他是否针对他发表的议题当中做出额外的一些发表的一些过程产出。最后一个是行为，占10%，也就是我们上完上述的课程之后，也希望同学们可以自己规划像是运动休闲的一个生活安排，而提出有不同额外的一些价值观。那透过上述的认知、情意、技能、行为，希望可以让学生可以更有表达自己的机会之外，同时间也让老师呢可以检核是否达到一个学习目标的展现。再来就是教学反思的过程，那我们可以透过反思的历程当中，也去检核自己是否有达到一些课程的一个目标跟价值。那以上有几个我在上完课之后的一些想法跟心得，也跟各位老师们做分享。首先，因为我们是用的是合作学习当中的拼图式，那拼图式当中有很多的原则是需要透过小组学习的讨论，以及专家小组的一个过程当中去进行来回的校对，所以身为老师的您可能需要时常的去走动每一组，去关心学生对于这个议题是否有清楚的了解，而且把他们引导到比较正确的方向。第二个部分呢，是所谓我们必须针对目前时事上的一个议题去进行课程的调整，例如像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国旅券的一个兴起，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引言的方式，让学生可以有比较新颖的一个时事题，而且他们会跟他们的生活较容易结合。第三个部分呢，我觉得应该就是教师的一个反思的过程，以及他们在查询资料的内容当中，学生是否有查询正确的资料来源，例如像维基百科的资料，虽然是维基百科，但是是否有达到一个正确的一个资料检索的功能，以及他们最后发表过程当中是否有正确的引用出处，这都是在过程当中需要去教导学生的。借由上述的一个反思、教学反思以及课程思考，也希望透过我的自身经验，也可以跟老师们分享这样的教学内容，希望可以让学生可以达到运动与休闲游憩的一些想法跟概念。最后课程的结束呢，我想要用一个电影《小妇人的家具》跟大家分享我在上完这堂课的心得。当我们拥有规律的工作与玩乐的时间，它才会是一个真正达到自我价值的展现。也就是说，我们上完这么多运动与休闲概论的一些观念当中，其实我们还是要去引导学生如何妥善安排自己的生活规划以及跟休闲的一个搭配。那透过这堂课程当中，我们也希望同学们除了是有一些休闲概念之外，他更能可以结合他的学科的资能，包含是体育学科、心理层面，都是未来在休闲产业当中很重要的精神跟一环。这也就是我们加深加广课程当中很重要的精神与理念。那也希望老师们借由这份教材，在带领学生过程当中，自己也可以保持休闲生活的习惯，以自身为榜样，影响学生，
希望透过这堂课程，每一位学生都可以真正的成为运动休闲的探究家。